家都有没有好好追剧啊？最近看《空降利刃》的小伙伴们肯定都嗅到了剧里扑面而来的雄性荷尔蒙，快跟悠悠一起感受张队长这该死的魅力吧。他们是天空的战士，人们心中的鹰，敌人抬头在仰视中国空军的兵，为人民先试图抵挡无所畏惧，为了家人能够在夜晚安心的睡去。天空的战士，人们心中的鹰，站在前线的尖兵，一颗碧血丹心，就算不为赢也会化险为夷，临危不惧的意志早已所向披靡。迷彩色的军装陪我饱经风霜，踩出坚毅的脚印，映照胸前勋章绝不住。狮子座张起，为了凝聚锅盖头的军心，张起雨中硬雪上线，以一敌十迎接队员的挑战。大狮子就是不仅能用气势压倒你，更是能用实力专治各种不服，被实力震慑到的人也只能缴械认输。狮子座的创新力在各方面都能体现出来。张起在军营中成立了锅盖头，产生了一次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碰撞，更成为了团里的团长，有了不少嘴硬心软的支持者。一个月为期限的与红军交手也马上到来了，张起和潘野的 battle 又要上线，不知道你们期不期待？